把这也给你加上去吧。我自己也弄糊涂。反正这边呢，不要太清楚，很薄的哈。马上加呢，这白色呢会跟这个刚染的这墨色呢融在一起呢，那个水的感觉就会更好。用干净的。看到没有？是为什么有时候我说，你只有染这个部分让我看，那我觉得你懂了以后呢，你再继续啊。你假如说这个还不懂呢，你继续也没有多作用不大。那还有一般上呢，假如许可的话呢。